为了推动性平生活化，新北市长朱立伦邀请性平吉祥物企鹅暖爸作为新北性平 CEO， 未来会到29区宣导性平的理念，希望会使真正落实伫每一个家庭。新北市政府为着好推动性平工作搁较生活化，正式任命企鹅暖爸作为性平 CEO， 未来伊会到新北市各所在，互所有市民实在性别平等的重要。性别平等是现代都市国家重视的议题。新北市为去年3月8号宣誓进入性平年了后，结合各局处加区工作，把性别平等的观念落实在每一个工作当中。新北市从去年开始作为新北性平年，就是性别平等年，那我们推出了我们的企鹅暖爸，那我们获得了全国的第一名啊，性别平等的推动，新北市各项成绩是全国总冠军，而且我们有创新也有故事奖。那我们今年呢，就把我们的企鹅暖爸任命为新北的我们的性平的 CEO， 他会代表我们走遍新北市的各个地方，那各个活动都希望来推动，也让所有的小朋友、所有的市民，大家都能够认识性别平等的重要，更能够让所有的爸爸们，大家都能够多做家事，大家能够照顾小孩，而且能够真正的推动性别平等。为去年开始，新北市在各局处努力下，正经得到行政院第15届金星奖优等，搁得到一个创新奖、两个故事奖，会使讲是金星奖上大赢家。记者彭建凯、林金如，新北市采访报道。